老外。老外。来了，他来了，所有人都。把他围了吧，哦，不行不行，他围了他就下水，他下水。我们过去他肯定会走，肯定会跑，但堵不到他。他还跟了个小恐龙，跟了两只小恐龙，看到没？两只，他带了两只小恐龙。先生，右边海滩吃口肉去。谁没吃肉？啊？哎，这边你们干死一只啊？啊，不对，我操，这边有只霸王龙，我靠，在吃肉，我操，这边有只霸王龙，哇，好大一只，老外，好大一只啊，干死我们一只，我们死了一只，三角龙呢？我们的三角龙呢？我们队友死了，我操，哎，三角龙，我操。这么狠，我操！干他！水里的了，他跑不了水里，他要换两只，他必死。他想换。顶他，用你的脚插到他屁眼里去，顶他！我过去帮什么忙？我帮不了忙。我没有用。后面那是谁啊？后面哪里啊？后面还有吗？后面老外，哦，死了，咬死了。后面有一头霸王龙，这个霸王龙比较菜啊，被我们两只咬死了，围攻了。哇，这死了四只了，够吃了！赶紧，所有水友们赶紧冲到我们这个地方，够吃了！我操！好几条大龙，五条大龙，这么多肉，我们最起码可以生出二十个成年的。这游戏有误伤的，咬一口的话，把队友也咬到了，我也咬到了，所以只能一个一个单挑上。这两个老外追了我们很久了。我操！角鼻龙，我操！角鼻龙，我的亲小的，快救我！泡芙，被那什么了？来了，又来个老外把我给死了，操！狗屁！